好，我们喝一下它汤。哎，它真的是那个蛋花汤哎。各位，真的有蛋蛋呢。你看那个花，有没有那蛋？那花。你的镜头可以移回中间一点吗？换发型，开玩笑，再有发型可以换吗？最近头发长了，你那头发是爆长哎，真的爆长，哇，这个是很像美国的那种街舞的人的感觉，哎，开玩笑，哎，来 rap 两段，呀呀呀 ，Y A 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我是靓仔星，还有我们的安迪呀的儿子，牙仔，靓仔，牙仔，还有我们的牙仔。好了，今天我们来开箱试吃，先可以喝先吗？哦，是，哇，今天我们来开箱这个奶茶。为什么要开箱呢？因为、哦、这个是我在去买那些小零食的时候，那个店员跟我讲，嘿，哎呀，你可以 like 我们的 page 吗？我送你泰国奶茶。我讲，哦 ，OK， 但是又因为你是哎呀，我送你四支。结果，我走的时候，那个纸袋我原本买一点点这样，结果放下去像变样大。你送的还是买的？哇，你休闲。这一嗅就是会要洗胃了，感觉很甜的。喂，奶精很重哦。哦，是吗？奶精很重哎，它不是我理解的那种泰国奶茶。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来自泰国的嘛？我来看一下。Product Indonesia， 我老哎，印度尼西亚人做泰国奶茶哦，哎，玻璃疙瘩，有玻璃玻璃疙瘩，但玻璃又玻璃印度尼西亚奶茶啦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你马来西亚人也卖彩克吉他啦，我觉得。我觉得 OK 啦，不错，属于好喝的那种，我给到2.53分这样子啦。哇，你越来越做作了哎，你。一分，哎，不好喝咩？奶呢？给你一分啦。对，下面一位搭讪，鹿晗，鹿晗代言的搭讪，所以今天我要跟你搭讪。搭讪。呀，可以认识你吗？可以吗？看一下这边是什么呢？这个青青色的这个呢，是叫小香菇烧肉饭芙蓉鲜蔬菜。我这个蓝色的呢，就是宫保鸡翅饭芙蓉鲜蔬汤，鹿晗代言的。鹿晗你这个有肉啊，不然就欺骗观众。不要以为你白白嫩嫩这样，我就不敢碰你。哈哈哈哈哈！粉丝的嘞，我知道啊。我们看一下里面有什么。哎，先讲，我是针对食物，不是针对鹿晗的。哎呦，把鹿晗撕掉了。可见你对他很有意见。三个格的，跟我们以前的不太一样。哎呀，服哟！中间应该是拿来放米的，旁边拿来放。是不，我看一下。一边放蔬菜，一边放汤啦。对，它这个是汤水包，我它这边写。OK， 这个是蔬菜汤的汤料，这个是，哎呦，猪薯的，应该是香菇肉包，没有呀。像我的这边是有菜干哦，一样，鲜脆菜渣，芙蓉鲜蔬汤，宫保鸡翅调味包，然后也是没有了啦，就是发热包这些啦。来，我们来弄。然后它这边有写咯，这个是放菜的，这是放米饭的，这个是放汤的，所以它写到很明白一些了。哇，真的嘞，真的有这样放嘞，菜米对啊，没有，你懂啊，怕人家那不会的人怎样放嘛？怎样放？全部开完倒完进去，然后就在那对。真的会有这样白痴的人？如果还没有放，我是那个。OK， 我们放米饭在中间这个了。米饭。
这边下面有写，这个是 for 放在米里面的水啦。这是蔬菜汤，哇，这蔬菜汤包是这样的哦。哇，这样浓缩的，现在的科技。他怎样跟他烘干烘成这样？这是一包水，妈的，我不知道这是一包水呢。哦，他真的写这是一包水，我不懂这是一包水。然后这边它是有写，这个是汤水包啦，顾名思义就是要倒去汤的啦。还有什么？这个不会又是一包水？可是这个我担心会洒满地，我还是拿剪刀好。我已经洒了。哇，你很厉害耶！哇，老魏，我们靠手吃饭嘞。我是靠手吃饭的，我觉得你是靠脸吃饭的。哎，当初如果不是我啊，放弃了这个做明星的梦想，这个有分吗？靠边站，看见。哎呀，想问，你别讲出来。当初不是你放弃去中国发展啊？是，如果不是我放弃去中国发展，哈，有机会吗？没有。现在跑男就是你啊！我应该是跟 Angelababy 一组。宫保鸡翅调味包。我到现在还没有开到我的。你最好跟我有鸡翅，我跟你讲。该鸡棒有冇？黏黏的，是咯。你看到最后，他沦落到什么？他最后沦落到给我们包垃圾。惨不惨？哎呦，我这人那么对啊，这么天真，真的。估计人家比我帅。来，我们来开箱这一个。To Tracy, wow, from Living Voyage, 哇，红糖姜茶嘞，还有姜茶送给你嘞，哇，欸，是他每次买他的东西都会送一些小礼物，不懂下次会送什么大吗？他是小礼物，而且上次哦，他这整句话是 print 的吗？这次不一样了。还有多写一行字，感谢您再次光临本店。用心做生意嘞，真的，没有，应该是很不公啊。人家很用心的，做我的嘴巴可以这样。哦，对，要下时间，这个应该15分钟。15分钟啊！哎，最近好像没有什么大事哦。没有，疫苗要出了，就这样，26号都出了。我们可以打了没？Register他就安排时间帮你打。一开始会先打那些前线人员。我也是前线人员。我每天要给人家看到我的影片，你看蛮不前线没？最前线的，我完全最前线，比那个，不要讲了。他所谓的前线人员是那些医护人员，那些照顾病人的那些，我也是有照顾动物啊。还有那些警察和军人啊，最后才轮到我们。你去前线照顾病人吗？我怕要病人照顾我。我怕那病人就没有事给照顾到死掉。根本好回去了没？哎呀，做梦你走了。哎，这样讲你是前线的，是哦，你带给欢乐他们，是啦，哎呀，应该给我打电话，是，因为等下你走掉就没有了，我走掉你们就没有欢乐了嘞，反正我走掉是一种欢乐，快踹踹踹，我嘞不在哪里，我没有，要把你训了，我踹了。啊，有误了，大叔，我这都可以走了，你也找一个误来大叔先。这个是带给团的，我们就好像王者野风的，一个一个走。哎，不要乱讲哈，我是已经瘦了4公斤哈。哦，所以上次那挑战有瘦4公斤啊？哇，可以嘞。来，我再挑战一个礼拜不吃。这次我比较少出 vlog， 是因为我想要focus 多一点时间去思考一下自己其实最真正想要做的东西到底是什么。拍 vlog 其实只是其中一 part 记录我的人生嘛。对。但是就是没有东西拍的时候就不去硬拍。今年会放下脚步去思考自己做什么东西的时候还是真正最快的。想要多一点时间去思考。是。啊，不过 OK 了，我现在已经走出来了，我已经知道自己要做什么。为了工作而生活有什么意思？那不如你去一边生活一边工作。对啊，我其实这个才是我的梦想。
是啊，其实我也是想有这样，只是其实不是很容易做得到的。我不想为了钱而做，但是又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，因为我们人是要面对现实，要生活的。对啊，对啊，总有一天你们看到我会离开这里。哎，我没有离开这个世界，离开马来西亚一段时间。离开地球表面，离开地球表面，我上月球。来了，我可以吃了没有？我看一下，两分钟，还有两分钟。以后可以不要找那种要等这样久了，85分钟很尴尬嘞。不是你看住我，就我看住你，我们用手上的道具来做一件事情。I am Batman。我是咸蛋超人，马加里蛋。我那个好像我同门这样子的那个，好像是我看过。马加里蛋，觉得他很厉害。我很喜欢他的摩托，因为摩托会听他讲话。わかってくれ、バトルホッパー。我玩摩托会听话的嘞，因为你一边讲。哇，好的。来，我们来试试看。这个是什么、啊？这个是鸡翅。鸡翅。我的是东坡肉香菇，我的是香菇肉。小香菇什么肉的噻？嗯。哇，来。什么什么翅啊？鸡翅，哎，它真的有啊！你看，盖几包？你是还盖耶？几包咩？哇，真的有几包？几包烂到这样哦！盖了就代表它，呜、哦，软绵绵嘛，呜、哦。哇！ Okay, 我看饭是一样的哦。嗯，来，我们先吃一口饭，一口肉先。嗯，哦，哇，这个肉的腌制好入味哦。是哦，哎、欸，我们还有这个没有放。我快有不用放了。我放我这边看看咯，我们怎样也要试看一下嘛。哎，好像四川菜的嘞，不是那个竹笋，有四川味吗？我印象中是麻辣吗？不是，没有，它有一点辣，不是麻辣那种。哇，很臭，很坏啊！哎，我觉得不错吃哎，其实。看那酸菜哦，嗯，咦，很臭，它有一种我的鞋橱的味道。OK 啊，哇，老友，有鞋橱的味道你 OK 啊？哎，就好像有个，我觉得还有辣系统的味道，你们也是啊，我是个人口味啊。我没有讲它是很臭，我是觉得它有那个鞋橱的味道，但是也是臭。我在想那个肉都腌成这样了，骨头会不会软呢？你不是要拿骨头来咬瓜？没有，来 ，baby 哥来。它始终还是骨头啦，你要这样咬啊。这个肉的腌制我觉得我喜欢，我也是，因为它很够味。好，我们喝一下它汤，哎，它真的是那个蛋花汤哎。各位，真的有蛋蛋呢，你看那个花，那个蛋，那个花。哎，它的汤不会太味精哎，有点白开水，白开水的感觉。我刚才在讲那个白开水。因为它不会很咸啊，很重口味，它是淡淡这样子的，可是它又有一点那种菜的味道。嗯，所以现在来东坡肉，哦，香香菇，你要拿香菇，吃一下这个肉跟这个香菇，喂，一二三，哇，很重啊，这个更重啊，这个味道，哇，这个比这个还重口味，喏，然后它还有一个，这个你要吃，来，哎，这个不是胡椒，大片红豆。啊，对，哇，这红豆可以变成大个的，是吗？怎么这个豆浆大个啊？我不懂是红豆还是什么豆啊？豆浆大个的哎，真的很大哦。嗯，绵绵烂烂的，嗯，它吃起来有点像我们的那个咸汁豆那种豆，嗯，那汤也很好喝。这样一碗东西要多少钱？24块多，24块多，甜甜啊。这个是我老婆写给我的，小祥之热米饭煲仔。24.9块，有汤有饭有料，他下面还注明不要写太多，反正我每次都没有看。他还要发那个生气了。是因为我老婆每次会做资料给我，然后可是我拍的时候都没有看，所以一个是24.9块，我觉得还是贵。对啊，真的是不懂要吃什么啊，你可以买一点这种东西放在家里，总有一天啊，总有一天啊，你就是不懂家里有什么东西可以煮来吃，嗯，然后你又懒惰，所以你就可以这样子来吃，嗯，它真的很方便，它就是把所有东西分好了放在里面倒水，你就再等时间吃了。OK， 来评分。鸡肉的我给10分，香菇肉我给4分，
哦，跟我的差不多，因为我也是喜欢吃那个鸡翅的，盖鸡崩的那个我给到 4.5， 香菇猪肉的、啊、那个我也是给到4分。因为其实那个鸡肉的它有一点甜，然后那个猪肉就是比较就是咸，比较带咸，而且比较重口味。然后它的汤来讲的话，我真的是蛮推荐的，因为那汤很加分，因为两边都有汤汁嘛，所以就不会那个饭就不会太干。真的很特别的，因为我们每次吃的这种炙热锅吼，它就是饭而已，它就饭跟菜，它没有汤这样子配。然后这个我觉得蛮特别的，所以我要么就是那个汁不够多，对，那这个还可以，哎，汁不够多倒一点汤进去。哇，我真的推荐你们可以去尝试看看。是。好，所以今天就分享这个搭讪小翔炙热煲仔饭。OK， 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，你们也可以去 Shopee 的这个店家这边买啦。OK， 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分享、订阅以及点赞，还有订阅鸭仔。而且呢 ，OK，See、okay, you in the next 开箱影片，拜拜。